road trip 的第一天。今天去哪里？今天是 road trip 的第一天，然后我们要去，向西北推进500 miles 吧，然后要去一个叫阿玛里诺，英文怎么念啊？阿玛里诺吗？之类的，随便啊。然后我们这次要开的是这台2013 Accord Coupe， 要准备出发了。road trip 的第一天，里程50708，然后现在要准备上高速公路了。现在9:21，原本预定要8:30出发的，哎，预计计划赶不上变化。Go。这边感觉很适合骑马，然后戴那个牛仔帽。我们到哪里？不知道。达拉斯的左边。哦，差不多，我快进去了。对。然后来一个休息站，有可爱爱心的 logo。货车是在载什么？那我们来看看吧。老板没载东西，不过也是 oversize。我操！我操！何必是吧？乡村，他们的乡村音乐就跟我们的泰语差不多。我是不是数错了？它不是整数哎。不是整数，你是除了97.5还97.3？火车可以数到那里不是整数，那一定是你的问题啊！哎、欸，这好欺负啊！车可以让你数到不是整数哎、欸，1、2、3、4、5，你数到后来跟我说，哦，它不是整数，他妈的，那你是数到97.5还是97.3？那我怎么知道？我指的不是100或者90或者什么。我们在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拍照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河。我们刚刚吃完了牛排，然后现在已经天黑了。刚刚的牛排其实还不错吃啦，只不过那薯条蛮黑的，有点可怕。还好可以刷卡，不然我们两个都要在那边洗碗了。我们要继续前往住宿的地方。